嘉义大学实农教育推广团队就国小的囡仔到温室内底，对亚种到收成体验种植的过程，希望透过自然农法甲环境教育内容，让囡仔有正确的实农是安的观念。第一个接近来饲鸡啊，学生囡仔大家一开始拢真紧张，但是知影要安怎来照顾了后，囡仔等到抢来要抱鸡啊。国立嘉义大学伫学校内底温室举办饲农教育活动，让囡仔体验种菜、饲鸡。因为会当甲鸡上，阁会当饲鸡，而且阁会当摸鸡，迄个感觉真正足好。先抓住它的脚，再把它的鸡，再把它的翅膀把它抱起来。在体验饲鸡课程当中，教育团队甲囡仔照顾动物的美感。种菜时阵，甲囡仔了解食物为菜籽一直到稻顶的生长过程。学校表示，这对一挂囡仔来讲是真好的机会教育。我从小让他知道，我们不要吃所谓的化学肥料。我们应该努力吃所谓的安全的蔬果、无毒的蔬果，培养他这样正健康的食安的教育知识。我想这个过程，让囡仔直接就是知影讲，咱的食物，吼，的确实在无容易。啊，过来，这是一个照顾的过程，吼，囡仔嘛会当体会，原来这嘛是一段生命教育的过程，吼。囡仔实际摸着土肉。感受食物的生长，是饲农教育当中真重要的部分。家己大学表示，实际参与的经验，唔但会当让囡仔有真深的记忆，嘛，让饲农教育的精神会当为细汉就来奠定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